面一段文，这个是说明净土的正布庄严。又佛号阿弥陀，最正布教主名也。翻译如下广释，下面再详细的解释。前面讲的是衣布环境，现在和我们介绍西方极乐世界的导师阿弥陀佛。佛有三身，各轮丹覆，好像这些是教下里面所讲的。我们要明了为什么讲他三身。三身呢还有丹覆，什么叫丹三身，什么叫覆三身。其实这个三身是一二三，三二一。法身丹指所证理性，这个三身经论里面讲得很多，法身、布身、应化身。这个法身呢是讲的理，布身和化身都是讲的事，有理有事。理是能言的，能变的。事是所言，是所变。理亦就是经里面所讲的真如本性，这个花严里面讲的一真法界。行愿品里面讲的不思议解脱境界，都是讲的这一件事情。这一件事情在经典里面所用的名词术语有几十种之多，通通讲的一件事情。为什么讲这么多名词呢？佛有他好深的用意跟我们讲，明白这个事实就好，不要执着在名相上，只要讲的是这件事，怎讲都可以，叫我们利名字上，利言说上，利心缘上，你只能真正体会到这个事实。所以它是本体，我们现在哲学里面所讲的宇宙万有的本体，这个叫法身。这个布身是讲的智慧，所以布身是能证，这个法身是所证。你怎会知道这个道理呢？这个是真正智慧拎了。知和理是一不是二，这个是哲学里面所无的。
哲学里面能同所是相对的。不似佛法讲的，佛法讲能正之智，所正之理是一个。是一件事情，不能够分开的。所以这个在哲学里面没有这个说法。这个是智慧，真实的智慧。智慧开了，心性就明了了，明心见性。这个化身也叫应身，是利益众生的。好像普门品里面所讲的，应以什么身得到，自自然然就现这个身上。应呢是感应道交，众生有感，佛就有应。所以这个应身呢就叫做变化身。咁诸佛菩萨嘅应身是随众生而应的，随众生而应。三身诸佛菩萨有，我哋每一个人亦有，这个要知道。诸佛菩萨的三身明显，我哋的三身好不明显啊。点解唔明显呢？我哋嘅心被迷咗。大家谂谂，俾乜嘢迷咗？第一个，俾妄想迷咗，一日到晚胡思乱想。呢、这个胡思乱想系迷，唔系觉啊。第二个，为七情五欲所迷，里面有贪嗔痴慢，外面有五欲六尘，迷在这些东西里面，所以法身有，有显不出来，报身亦有，有亦等于无，智慧无了。所以佛法的教学没有其他，就是虚迷的啫。破迷就开悟啦。这个悟就是报身。这一悟呢法身亦就现前啦。这个智慧一现前，法身就证得啦。咁这个身相就变成应化身。所以我哋今日被呢个妄想执着迷咗之后，我哋依家呢个身叫业报身。呢个系佛经时常讲嘅可怜悯者。业报身好苦啊，罪业受报。你做善业，三善道受报。你做恶业，三恶道受报。咁就说明咗六道轮回点样嚟嘅呢？迷失咗自性，自己造作一切善恶业，咁样变现出嚟嘅。六道亦系幻化嘅，亦系自己自性随缘，随住业力的缘变现出六道轮回。这六道是这样来的，总得要搞清楚。所以这个三身我们有，我们应该如何恢复，
如何能真正得三身的受用？这个是佛教导我们一个主要的课题。法身单指所证离性，你同事是一对，性同相是一对，实在性就是你，你就是本性，事就是相，相就是事。换句话说，这个就是宇宙人生的真相。宇宙人生真相就叫做法身。报身单只能证功德智慧，这个证就是证实，就是彻底正确的明白宇宙人生的真相，这个叫做智慧，那就称之为报身。化身单指所现相好色相，相好色相是他受用，不是自受用。如果自己有受用，自己就迷了。试问问我们为什么会有生老病死？这个从哪里来的？因为我们有一个自受用，我以为享受，这一享受就生老病死，被你去享受了。诸佛菩萨没有自受用，所以他自己无身，自己亦无相。身相是什么呢？身相是他受用，和自己不相干，因此他就无生老病死了。这个是事实的真相，我们一定要知道。所以佛法说无我，对自己来说是无我，对人来说有我，所以有我是他受用。为了什么呢？教化众生的，帮助众生觉悟，这个是个工具，是一切众生觉悟的工具，同他自己毫不相关。所以这个身是随众生感应而现的，普门品里面楞严经这个观世音菩萨二根圆通章里头亦是这样讲的。观音菩萨三十二应，三十二是三十二大类啊，应以佛身而得道者就现佛身，应以菩萨身得道者就现菩萨身。诸佛菩萨有没有心呢？有没有念头呢？为众生现身说法呢？同各位讲，无，完全无念头，亦无心，无心无念头，点会有感应呢？同各位讲，因为无心念头，就真正有感应。我同你不能起感应，点解呢？
我有念头，你亦有念头，就冇法子啦。众生有念头，佛菩萨冇念头。佛过去曾经举个例子，答复呢个问题，举呢个例子好有趣味。佢取嘅钟鼓，俾我哋敲噶。你睇个钟，钟无心啊，亦冇念。我敲佢一下，敲系咁，佢立刻就有声音，佢就有应。我哋敲重一下，佢响大一啲；轻一啲，佢响嘅声音就细一啲。随住感应又感，咁就一定有应。说明诸佛菩萨对一切众生心感嘅时候，佢系冇念头嘅，冇心嘅。乃至于诸佛为一切众生说法，好似释迦牟尼佛为我哋讲经三百余会说法49年，佛有冇曾经动过一个念头？冇。所以佛喺自己身上嚟讲呢，佛一个字亦冇讲，一生当中一个字亦冇讲，一句话亦冇讲，无说而说，所说嘅都系众生有感。呢、这个感有两种，一个系明显嘅感，众生提出问题嚟发问啦，呢、这个好明显嘅，佛立刻就回答。佛听到人哋发问，绝对唔会谂一谂呢个问题，我要点样答复佢啊？咁就变成凡夫啦，冇考虑嘅，冇谂一谂，自自然然就答复出嚟。另外一种叫明感，心里头有念头，冇讲出嚟。仲有更深秘嘅，佢确实心里有感，但系嗰个感咧，自己仲唔知道。好似佛说呢个《阿弥陀经》，众生呢个心里确确实实有感，佛只会讲嘅。但系呢个感咧，本人唔知道。这个就是非常非常的微细微妙啊。佛知道。所以叫无问自说啊。我们将这些事情明白了，感觉知道。学法要怎样的学法？学法啊，要用乜嘢态度，乜嘢方法，咁就系一念不生，一切事、一切处、一切境缘之中，呢、这个境就系物质环境，缘系人事环境，无论喺边个地方。真正修行人是一念不生，这个一念不生就是定。一念不生讲起来容易，做起来不容易。那这个法门里面有一个很巧妙的方法，叫我们一心去念阿弥陀佛，比修定容易得多。这个就是用一念指一切妄念，将一切妄念都止息住了，单单用一个阿弥陀佛这一念，所以他这个法门巧妙容易就在这里。我们守住一念，比做到那个无念真的容易太多了。这个禅家是讲一念不生，
我哋净土中将念头归到一个阿弥陀佛，只准心里面有阿弥陀佛呢一念，不能有第二念，咁就啱啦。呢个叫真正用功，呢个会用功嘅人。咁接种呢就随缘啦。我哋喺过去睇到唔少大德，佢哋接引众生嘅手法唔一样。有一啲大德接引众生嘅方法用身教，佢唔用言教，就係、是、无论乜嘢人去请教佢，佢一句话都唔讲。佢用呢个方式。有啲大德你去向佢请教，佢非常热心，仔细嚟同你说明，同你讨论。方法唔一样。因人而异，因事而异，但是都能够启发人，都能叫人得利益。所以这个是正次善导大师讲的于缘不同。我们是变一种根性的人，需要边一种方法来帮助。咁就显示出法门无量无边。虽然法门好多，好深好广，佢嘅方向目标系一致嘅，正所谓系殊途同归啊！所以呢个色相教学都系为众生建立嘅，咁叫化身丹。呢个通常我哋讲三身，呢个法身、布身、应化身，就系、是。咁嘅意思，下边解释呢啲比较讲得少一啲。法身福者，福就系两种法身、两种报身、两种化身。法身讲两种，第一种自性清净法身，这一句就是讲的本体。亦就是前面法身丹的意思所讲的本体。第二种离垢妙计发生，第二就是从事上讲的，从事上讲的。垢是无名，是烦恼；离是完全脱离了，亦就是原教如来的果位。四十一品无名通通断尽了，我们称它为离垢极妙的这个妙极的法身。因为等觉菩萨仲有一品
生上无名微婆，佢仲称不上妙极。妙可以讲妙相，不能讲极，因为佢嘅无名未断尽。咁由此可知，呢个系从相上讲嘅。一个自性清净法身是从理上讲的，是从本性上讲的。那换句话讲，自性清净法身我们每个人都有，人人都有。离垢妙极法身我们没有，释迦牟尼佛有，阿弥陀佛有，圣佛的人有，菩萨以下都冇啦，咁就好容易懂得，千变系你，系大家通通都有。呢个报身，报身系智慧，智受用报身，他受用报身，呢、这个亦非常嘅明显，智受用报身。就是波野经常讲的实智，真实的智慧。实知波野经常是常讲，波野无知啊，实知系无知。权智是无所不知，所以智受用是无知，他受用报身是无所不知，是权智。所以佛为一切众生讲经说法是权智，佛自己受用是实智。所以讲无说而说，无说而说，说而无说。由呢个地方能够睇到佛心系几清净，为一切众生说法，亦冇染着一个字。你睇几干净。所以释迦牟尼佛并冇留一个字俾后世，冇啊！呢、这个经典系后来学生凭住记忆记录落嚟、传落嚟嘅。佛本身冇写过一个字，因为佢本身无知啊。这个是一个很大的启示，我们在这个地方究竟能够领会几多？这一点很值得我们注意的。他这个心地真清净啊，咁呢个系报身嘅两种，化身佛者，呢个化身佛嘅亦有两种，两种都系感应而言嘅，一个系事身化身，一个系应现化身。
是生化身，实际上呢，佢喺我哋人间好似投胎，好似释迦牟尼佛，呢个系是身，系呢一类嘅。佢要同我哋同住几十年，所有一切生活状况同我哋都相同。释迦牟尼佛住世八十年，我哋中国人算虚岁八十岁，实际上释迦牟尼佛系七十九岁圆寂嘅。呢、这个应现化身就唔一样，系某一个人又感佛菩萨忽然嚟啦。呢、这个事情解决之后，佢就冇啦。呢、这个叫应现化身。过去周邦道先生的夫人抗战胜利之后，他住在南京，遇到地藏王菩萨。地藏王菩萨就是属于应现化身，在南京他住的房屋很大，庭院好深，大门到佢里边住个房屋啊，系个院啊，院好大。入到佢里边嘅房间咧，要通过三道门，只能入去。嗰、那个时候，周夫人仲未学佛。但是这个人善根非常深厚，好难得找到这样一个真正慈悲的人。周老师那个时候抗战期间是我们学校的校长，我哋做学生嘅对佢哋夫妻两个人非常感激，佢照顾学生俾佢嘅儿女周到。抗战期间生活非常艰苦，有食嘅有着嘅先分俾学生。学生都分到啦，剩落嚟嘅佢嘅儿女自有份。学生唔够嘅时候，佢哋头一个就冇啦。所以一切是以学生为第一，对学生照顾无微不至。有一日，有一个出家人到他屋企化缘，周夫人就问他：法师啊，你从哪里来？他说他从九华山来。你要啲乜嘢呢？佢同佢要五斤香油。嗰、那个时候周夫人仲未学佛，就冇俾佢啦。敷衍了事，出家人就走啦。走咗之后佢忽然諗起嚟，佢从边度嚟？我屋企三道门都系闩住㗎，点走佢都唔知道。如果想象呢个事情非常奇怪，但系讲话讲咗大半日，真嘅，绝对唔系假嘅，唔系做梦啊！所以呢个事情就系耿耿于怀，放喺心里边。一直以后到台湾，喺台中跟李炳老学佛，就将呢个事情同李老师讲啦。李老师同佢讲啊，嗰个系地藏王菩萨嘅化身。哎呀，佢后悔得不得了啊！真系。地藏菩萨同我发五斤香油，我都冇俾佢啊！以后佢学佛好认真啦，每一日念地藏经。
拜地藏菩萨啦。呢、這个就系属于应现化身，系同佢有特别嘅因缘。呢、這个系呢种化身啦，所以讲两种化身都系属于感应嘅。由此可知，呢个化身报身嘅呢个自受用，我哋能够理解呢化身两种啊，顺系为他，都系为一切众生，冇为自己嘅。又佛界化身、趣类化身，呢、这个又系一种讲法啦。呢、这个佛界化身，呢、这个系譬如三十二应嚟讲咧，单单指以佛嘅身呢、这个身相示现嘅，好似我哋喺呢个世间现呢个三十二相八十种好。这个三十二相八十种好，实在讲是我们众生的执着。佛没有这个念头。你们这个世间人看相，哎呀这个相好贵啊，那个相好好啊。你们有这些执着，佛一现那个相，你们就好像佛通通都有，一样亦不缺。是这样显现的，并不是佛有意思要现什么。这个各位要知道，佛是无心，佛是无念头，所以这个是这个佛界化身。咁其他的佛以下，好似观世音菩萨讲的三十二应，应以佛身而得道者，即现佛身以为说法，这个就是佛界化身。其他三十一种，那个就叫趣类化身。所以这个亦容易懂，亦容易明了。下面这一段很重要。虽变单复三身，实非一非三，而三而一，不纵横不并别，利过绝非，不可思议。咁大师呢一段话系为恐我哋听咗前边嘅话起咗分别，起咗执着，咁就弊啦，咁就错啦。呢、这个地方立刻将呢啲错误嘅分别执着为我哋纠正。我哋知道从理上讲，有体上用，咁从佛上讲呢，有三身。这个就佛来讲的。咁就众生来讲呢，迷惑、造业、受报。各位要知道，这个是三二一，一二三，这些是理，这些是觉，那个是迷，众生是迷，
佛是光，实实在在是一件事情。你是一，思亦是一，所以决定不要有分别，不要有执着，一切明了，无分别执着，那就啱啦。所以佢讲实实在在，非三非一，唔可以讲三，亦不能讲一，可以讲一，亦可以讲三。喺言说方面，令我哋对于事实真相真正了解，真正明白，所以呢个三系不纵横，非纵非横，佢系圆嘅，佢系一个，系一个，不并别，别系差别，并系并列，冇，佢唔系并排，佢唔系并列嘅，佢系圆融嘅，一就系三，三就系一。离过绝非，如果是执着是三，执着是一，你有分别有执着就有过失，就错了，非就是错了。离过绝非，不可思议。那这个亦就是大乘起信论里面讲的教给我们的原则，说法、听法都要懂得这个原理原则，就是不起心、不动念、不分别、不执着。讲的人不离开这个原则，说法清净，讲的人清净，正话讲实相他执着，讲的人清净，这个听的人不执着言语，不执着名相，不起分别执着，听法清净，真正有觉有悟，他有悟处啊，说听都要清净。咁《金刚经》上讲，譬如《金刚经》上讲，三十二相即非三十二相，是名三十二相，亦就系呢个意思。同你讲三十二相，底下讲即非三十二相。舍离啦，是名三十二相，名是假名，希望你从假名当中体悟事实的真相。事实真相里面唯有不起心、不动念、不分别、不执着，智能完全通达明白。你完全昏迷，咁通得明白。再睇下面呢一段文：金云阿弥陀佛，正指同居土中，是生化身，应付即步即法也。咁依家呢个系经典上讲的阿弥陀佛，那阿弥陀佛究竟这个三身是哪一种身呢？大师在这里为我们讲出来了，讲得一点都没错，是阿弥陀佛的化身。凡圣同居土里面见到的是化身，
是生化身，这个不是随类化身，不是应现的化身，是是生化身。释迦牟尼佛在三千年前出现在我们这个地球上的这个印度这个地方，亦是属于是生化身。但是虽然同样是是生，是是是现，是现化身，但是他们的精神完全不相同。释迦牟尼佛这个是生有一些随缘的味道，随着我们的众生，我们的众生在那个时候平均的寿命大概差不多是100岁。在我们中国古书里面的记载，这个夏商周三代活100几岁的人好多好多。所以释迦牟尼佛出现世间，我们人寿是百岁。释迦牟尼佛80岁就圆寂了。换句说话讲，按照一般的讲法，他应当要示现100岁才对的。为什么80岁就走了呢？佛弟经常跟我们讲，第一个是化缘已尽。释迦牟尼佛说法非常勤快，说法49年，应当还要加20年，他提前毕业了，化缘尽了。第二个原因，魔王启请，魔王说你教化众生够多了，可以入般涅槃离开这个世界了。佛答应他，佛不妄语，答应一定要兑现。所以释迦示现在我们这个世间，是随顺我们世间众生之缘。因为成熟的人太多了，就用这种方式来教他。因为时间要长，而阿弥陀佛在西方极乐世界是生化身，我们在无量寿经上看到的，他是创造的。换句话讲，他不是认一个世界众生之机，他不是。我们经常看得很清楚，他所感应的是尽虚空遍法界，一切众生的愿望，他是应这个。所以他在那个地方是建立创立了一个世界。在那个地方是生化身，换句话说，身上是是生化身的，国土亦是是生化身的。这个是跟一切诸佛菩萨度众生这个化身都不一样的地方，非常特殊。那就化身上来讲呢，它亦是
报身，亦系法身。点解呢？寿命太长。虽然佢寿命唔系永恒嘅，因为阿弥陀佛将来仲系要入般涅盘，佢嘅化缘尽咗嘅时候，佢要入般涅盘。观世音菩萨就喺佢呢个世界示现成佛，但系系边一日呢？边一年呢？唔似我哋呢个世间，弥勒佛将来下生，我哋知道56亿7000万年，佢有咁嘅一段时间，有数字喺嘅。阿弥陀佛嘅寿命，冇人能够算得出嚟。呢个系各位无量寿经都念得好熟啦。佛喺经上作咗一个比喻，讲十方世界嘅众生，假设嘅话都成咗辟支佛，地位仲喺阿罗汉之上。假设啦，佢哋嘅能力都似大目犍连，大目犍连一日一夜就系24小时。能够将我哋呢一个大千世界呢里头有几多众生，佢能够统计得出一个数字，24小时嘅时间就能够统计出嚟，有咁大嘅能力。假使一切众生都证到辟支佛果，都有目犍连嘅呢个能力，共同嚟计算，算几耐呢？亦算无量劫，都算唔出阿弥陀佛嘅寿量。所以佢呢个身呢，实实在在讲，就系真正嘅报身，真实嘅法身。所以西方世界呢个佛，一即系三，三即系一，一体三身，三身一体。这个是我们要认识清楚的。佛的寿量不可思议，我们每一个人往生到那个地方，寿量和佛相同，同佛同寿量。不但寿量同佛，我们的身体上好亦同佛，一切嘅享受亦同佛，乃至于智慧神通能力亦同佛好相似。呢个系真正不可思议，确确实实十方世界无啊！一切经典里边，佛从来未曾咁样讲过这个世界之好啊，是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份，都可以在这一生当中修得的。所以我们将这件事实真的搞清楚了，真的搞明白了，诸佛祖师苦口婆心的劝勉我们，念佛求生净土是人生第一件大事。第一真实的好事，其他都是假的，其他通通是落空，唯有呢件事情真实，我哋点解唔努力去做呢？这个做嘅方法
就是信愿一心持名。复次，世界及佛皆言由者，具四义的标实境，令因求故。咁呢个地方解释，有世界，有佛，呢两个有字非常非常重要。有是真实的有，决定不是假设。牛奕大师在这里跟我们说明，他有四个意思，这个四个意思就是四色坛。四色坛前面介绍过，四是四种，色是普遍的意思，坛就是布施，布施一切众生，佛是以法施予一切众生，令一切众生得四种利益。第一是的标实境，的是的的确确，实实在在标明这个境界。西方极乐世界真有啊，阿弥陀佛亦是真有，因为他真实有，我们自会发愿祈求，只希望真正能够见到阿弥陀佛，自己亦能往生到净土。那这个就是世界色坛得欢喜的利益，这个欢喜真实的，世间所有一切欢喜都是假的，转眼成空，不是真实的，唯独这个真实。第二，成于指示令专一故，我们要相信本师释迦牟尼佛真诚的言语，指示我们信愿持名求生净土。相信释迦牟尼佛，相信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所发的四十八愿，愿愿真实，愿愿帮助一切众生往生净土，愿成佛道。相信十方世界一切诸佛对于阿弥陀佛的赞叹句句真实，令我们生起真实的信心，专心一意
嚟修学呢个法门。呢一生当中决定圆满嘅成就，呢个就系为人释坛，得生善嘅利益。简非虔诚扬言，非权言曲事，非圆影虚妄，非宝真偏淡，破魔邪权小故。这一段说明佛同我们讲的西方世界阿弥陀佛不是预言，不是虔诚，这些是讲虔达婆。虔达婆的诚是幻化，不真实，是幻化的。扬言这些亦是假的，扬言就是庄子里面所讲的野马，我想在美国也应该有这个现象。大陆的北方呢，在平原里面地的气，地气怨体呢就好像水一样，就好像水一样行近去呢就没了。这个叫渴戮扬焰，这个渴戮畜生呢他不了解这个现象。看到前面有水了，他渴了就上到前面去喝水，他点走也没用，越走到前面他还在前面，永远没有，那些就是假的，地上一种气。这个情形呢我们会在亦在那个地带会时常碰到。但是我们知道那些是地上一种气，愿睇到好似係翻滚嘅，好似有水一样，唔係真嘅，係假嘅。佢比喻呢个事唔係真实。扬言比喻唔係真实。非权言曲事，呢句话係对利长者讲嘅。利长者係唐朝时候嘅人，亦是一位了不起的大德。花严经自古至今只有两个注解，那个就是利长者的合论，花严经合论，清凉大师的疏抄，这个是花严经最著名最完整的两个注。利长者在花严经上讲，西方极乐世界是劝言的。换句话讲，他讲这个不是真实的，是阿弥陀佛方便接引众生，等于在那一个地方这一个设施是委曲的一种示现。欧益大师这个地方就是辩驳他，李长者是了不起的人，他这个花严经里面讲的东西真的值得我们佩服，但是这一句话呢讲错了。
呢句话系误解咗西方极乐世界，菩萨误解西方嘅好多，不足为奇。大菩萨时常都误解，咁你长者呢句话讲错咗，有乜嘢值得奇怪嘅呢？西方世界为佛与佛方能究竟啊！呢个系我哋一定要知道嘅。幻影虚妄，呢个幻影，《楞严经》里边讲得好多，意思亦唔系真实嘅，系我哋众生将呢个六尘幻影嘅呢个现象错认为系自己嘅心。举呢个例子，佢唔系六尘幻影，唔系虚妄嘅。呢个宝珍呢系小乘，小乘人正得所谓嘅系偏真涅槃，亦叫涅槃，但系佢唔系圆满嘅。咁世尊喺大乘经上讲，小乘涅槃好似行路，系个中途站，唔系目的地，不能保证你到咗呢、这个究竟嘅目标啦。所以咁就系呢个破呢个小乘人错误嘅见解。后边破魔邪劝少，呢个系总结。上边所讲嘅系破除呢啲对于正宗错误嘅见解、错误嘅睇法，呢、这个属于对治释谈。到呢个底下嘅时候，呢、这个非权破花严合论之俄底下有小注，咁呢个系四色坛里面第三个意思。